观众朋友你好，欢迎收看非凡大探索，我是刘祝华。今天节目当中要介绍给观众朋友这几家餐厅很特别哦，除了餐饮美味之外，最重要每一家餐厅都有一个特别的故事。为了一圆餐饮梦，这些经营者他们放弃了原本的事业，反而开创出一个更亮眼的事业第二春。首先位于在台北内湖这家蔬食包子店，老板娘原本从事健检业，她说转行的勇气来自于她罹患癌症的父亲，于是老板娘开始思考健康饮食的重要性。她研发出把五种蔬菜全部包进包子里头，而且每一种蔬菜都要反复的冲洗，甚至高丽菜要清洗多达七次，避免农药的残留。透过镜头带你来看到这位老板娘她圆梦的故事。我本来是做健检相关的，那我知道很多其实健康的东西是来自于饮食，你知道饮食控管的好，其实就比较不容易生病，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想说朝这个方向走，这样子做健康的东西。下定决心要卖健康的食物，叶景瑜的包子店里看不见基本款肉包，所有咸口味的包子，像酸菜、高丽菜、萝卜丝，包进的全都是蔬食馅料。现代人要吃到蔬菜，其实机会很少，啊，真的吃到新鲜蔬菜更难，所以我想做这一块，把蔬菜把它做到一个比较好玩的境界，这样子也可以让大家可以很方便就可以吃到蔬菜。因为我觉得肉实在太多了，市面上大家肉的比例太高了，其实一天的肉的比例应该是只有五分之一而已。单纯想包进更多蔬菜，做起来却一点都不简单。光是最基本的清洗蔬菜，它就冲洗多达七次，避免农药残留。透过流水去清洗，其实是不二法门。所有清洗的那个过程，就是它让它洗越多次，其实菜是越干净的。但是不是把它洗烂，所以它要有一点技巧再去洗它这样子。高丽菜用活水洗四次，再用物料脱水机脱洗三次，这是叶景瑜独创的洗法。它用物料脱水机把那个水，就是残留在上面的水先把它脱掉，再用新的水再去冲洗它，然后它有一点强力的水柱，有点压力的时候，可以顺便把一些脏物是不是还在留在叶片上没有带走的，可以把它喷洗掉。这样洗法费工又费时，这却只是鲜蔬包里其中一种蔬菜的清洗过程而已，加上碧琪、油菜、小松菜以及青江菜，招牌鲜蔬包一共包入五种蔬菜，每种都得各自清洗三到五次，过程之麻烦一度让叶景瑜请不到员工。几乎洗菜的话，等于从一大早洗到下午都洗不完，因为我们每天呢，以生意量来讲的话，那个蔬菜洗这么多次的话，的确很耗水时间。因为过去从事医疗健检业的行销工作，叶景瑜明白食材要有益健康，就不能过度加工。我没有打塑这个字样，是因为我不用塑料，因为塑料几乎是二次加工，所以我要秉持的就是我是做新鲜的，然后蔬菜，然后不做二次加工，我也不做二次炒熟，就是我都是做新鲜的去包这样子。鲜蔬包包了五种蔬菜，概念是取自一日五蔬果，不哗众取宠的滋味，品尝得到青菜的鲜甜、清脆的口感，就是很养生，就是少油，然后吃起来的感觉就很舒服，料很实在。其实我家里面有一些长辈，他们很爱吃这里的包子，所以我特别从桃园骑摩托车过来这边拿。从办公室 OL 变成包子店老板娘，叶景瑜职场的最大转折点是五年多前得知父亲罹癌，他开始思考健康饮食的重要性，加上父亲曾经是包子店师傅，让他想开一间蔬食包子店，没想到父亲却是最反对的人。我要教他，他不听我讲的，就包子那边的包子比较好吃，
又比较大，他怎么样呢？他有放那个化学料，他有读书的人心理都不一样啊。心理说我做健康的，我赚少多都没少还是多都没有关系，我要做给人家吃有健康的。健康路线，不加味精，发粉减水，看在传统的父亲眼里，就是不赚钱的赔本生意。我叫他啊，他不要，加少一点。我们别人加比较多，我们做少一点。他都不听啊，都是就影响身体，他都不做。他一开始他一定会为了我好，希望我东西好卖好吃，所以他有帮我偷加。他只要加，我就把菜全部倒掉。那。对，那他就会觉得说怎么这么浪费，但是我就是让他知道我的决心是比较少。只是包子开卖前半年，生意果真像父亲预期的面临亏损，赔了100多万。因为你要讲求新鲜的话，其实是会做很多的亏损的，所以那时候都没有想得比较美好啦，没有想说包子卖不掉怎么办啊，然后还有就是说洗菜洗那么多次一些耗损啊，也没有想到说妹妹也吃不了苦啊，她也觉得太辛苦了，才做不到3个月就跑掉了。来自四面八方的打击从没有击溃叶景瑜的信心，开店1年多后，顾客的回馈支持越来越多，加上食安问题受重视，她知道自己没有选错路。客人写感谢函给我，对，然后还有就是来店里帮我喊加油啊，然后有很多的顾客在网络上留言啊，写很多的信给我，好像真的已经有点不像是梦，而是一直往前进，好像要实现的感觉，所以我就觉得那这是我的动力。人生转了个弯，叶景瑜看到了更多风景。在实现梦想的道路上，也许他走的速度并不快，但他很确定方向是自己想要的，就要勇敢走下去。